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。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一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。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，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九题，让我们先来读一读。Who is the third girl from the right? 在下图中，哪一个是从右边开始数第三个女孩呢？我们来看下边这四个名字 Jane, Mary, Alice and Kate。 那么右边，当然 这边是右边啊。 From the right, 第三位，那我们就从第一位开始数啊。 First, Second and Third。 好了，非常清楚，这是一个排队的问题，或者说数顺序的问题，所以说一二三，大家注意是从右边开始数的。答案非常的明了，是 Mary， Mary 是第四个，所以我们选四。